Leo 聊世纪，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法兰克人对上立陶宛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好，先来介绍一下黄方选择的文明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192游侠还有这个吃果子的速度是游戏里面最快的，而且拥有免费的农田技术，所以他的农田呢是非常的省的。那法兰克的骑兵国来说，节奏是非常顺畅的，那后期的城堡也是非常便宜。但法兰克人有个问题哦，帝王时代战矛兵不太能用，所以后期需要克制敌方工兵时哦，还是需要靠自己的192游侠跟这个弩炮、火炮啊进行反制会比较好。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立陶宛人。那立陶宛人特色呢，跟法兰克人差蛮多的，因为立陶宛人呢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只有一开始的城镇中心哦，还有后续的三 TC， 每个城镇中心都是给100肉。后期呢，修道院里每放一个生物，骑士跟猎骑士哦都可以加一点伤害。所以立陶宛人呢，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打一些强军事的，例如封建时代打枪矛前压，还有移动速度加成，通常又有主动权哦。那立陶宛人呢，后期转出游侠或撕裂提示都是个不错的选项，而且他用塔盾技术，让他的战矛兵哦远防高达10点哦，其实11点的这个狂战士帮的强弩哦，也没有办法射穿立陶宛的战矛兵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这一把是 Hera 是立陶宛哦，黄方选择是法兰克人啊。黄方这位选手是 FOX 战队的 SEB 最近也在我们频道上很常出现哦。他最近很常撞到 Hera， 那 MBL 跟 Hart 呢也是两位哦常常撞在一起。那最近是比较常撞到是 Hera 跟 FOX 战队的 SEB 哦。好，那这两位选手呢在天梯上又再次相遇了。那这场比赛蛮特别的，两边都是马国。通常两边马国呢前期的落马对决会比较常见哦。没有意外的话，两边应该是会打一个落马。那立陶宛人拥有一开始的100肉加成哦，所以 Hera 有可能会打一个什么16 P 或17 P， 一个超级极速吃肉上去的一个打法。那以前立陶宛的加成是初始加150肉，有点削弱了一点点，但是相对来说，他在3 TC 的开的情况下来说，不太容易断村，而且让他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好，那 Hera 这边是决定了18村啊，我们的18 P 上封建时代，没有打一个17 P 极限上层啊，上封才对啊。那法兰克这边也是18啊，两边都是一个正常开局。现在的马国都是18 P 啊，那只有工兵文明哦，19、20 P 哦会比较正常一点。那当然工兵的文明哦也可以18 P 上去哦，但这工兵会按的有点卡卡的啊。尤其是这个木头不太够的问题哈。好，那来看一下法兰克人这边是下了一个兵营，那 Hera 这边也是下了一个军营，你有点慢了一下下，马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开起来，木头不太够，因为开了双伐木场，木头差一点点。好，马上补下马厩，法兰克人这里也是补了一个马厩，好，那也是双伐木场。好，这里法兰克人免费的一级农田优势就出来了，点下一级伐木之后就可以专心按马。Hera 这边呢待会要撒农田，还要找个机会点下一级农，哇，点这个一级农就会差距一只肉马咯，所以法兰克人在这个时候是拥有一只肉马的优势。但你要说立陶宛人这100肉给他去点这个一级农田哦，也是可以这样讲，但以实际上来说肉量还是会差一些哦。好，你看到立陶宛这边只有两只肉马，那法兰克这边是三只肉马啊。那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Hera 这边枪兵是按的真的是多啊，这里要不要再补枪兵呢？继续补。好，三只枪兵打三只枪兵，肉马千万不能上去，肉马上前只是要吸引对方的枪兵往前，没有办法继续输出。结果法兰克这边失误，被抽掉了一只肉马。OK， 那这边战局平衡了，那 Hera 就可以继续按肉马啊。好，这边肉开始稳定了，开始撒农田。哎呦，早早补下兵工厂， Hera 这边有点想法哦。那如果先补兵工厂的话，可能会先点一级攻击力哦，不然就是要转射箭场。但这边太早转射箭场也不太好，要先撒农田啊。OK， 这边先撒了农田。FOX 战队的法兰克，哇，这边农田已经撒了非常多片了，甚至兵工厂也没有放。我是觉得 Hera 这个兵工厂好像有点太早下了。
好，那立陶宛人这边看起来是要点一攻了啊，我马上稍微断一下。这兵工厂有点看不太出来是为了什么去点的。哎，左边居然没有先围死，哎呀，落马直接溜了进来。我们拉个村民去扁一下。枪兵要过来帮忙吗？还是继续原地巡逻？好，看到这边的枪兵已经凑了过去。三只枪兵还在里面闹。好，那 Hera 这边没有打算要升攻防了。好，可以看到在挖金矿了，看起来是要来生成。Hera 应该是有看到这里农田数量非常多了，所以应该是预判哦，对手已经快要升城堡时代了。那自己如果再点攻防的话，很有可能会时代落后。所以 Hera 这边的兵工厂可以不用那么早投资哦，先在前面哦。差一点哈。先赶快把这个兵工厂木头拿去撒这个农田哦，这个流程来说会更好一点点哈。好，那这两只肉马想要找残血的村民打，那这边村民的血量都保存的还不错啊，都被点到一下下而已。好，这里再继续拉，再放地补下，两边应该是直接进入城堡时代。好，升城堡时代就要把家里围死。OK， 那 Hera 这边习惯也做得很好。那法兰克这边也是把家围死，这面的部分这个高地有点难围啊，看要不要直接补一个城堡，或是补一个，所以 TC 也补不下去哦，这个地不够平啊，哎呀，这有点尴尬啊。好，直接往外围。好，那先升城堡实在是法兰克了，法兰克很生成很快，立陶宛这边稍微落后。好，法兰克停下一级攻。那这边立陶宛这边就要去思考要不要去打骑兵，要打骑兵的话，这边马厩科技的品种要稍微补一下，不然法兰克生城堡时代直接有这个二级农跟品种的优势哦，血量优势，骑士对打的话没有品种很容易打输。那这边就是立陶宛的分歧点啊，算是分支点啊，看一下有什么好打的呢。立陶宛这边三 TC 先补下，感觉是 OK 的，这个木头量很够，法兰克也是三 TC 开局啊。城堡三先来个三 TC， 立陶宛这边 TC 可以考虑补这个位置，外面呢也可以补，哇，这个位置不好补哎，可能也可以补这个位置或这个位置都可以啊。往后补 TC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哎，结果立陶宛人这边是选择了双修道院，然后双 TC 转枪兵的流程。那转枪兵的话，优势的效果是可以压制法兰克人的骑兵哦。那这边减生物的话，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好，重装长枪兵，升级好了，开始反推回去。护卫技术点好了，移动速度增加，哇，现在可以追得到敌方的枪兵喽。好，第一颗生物捡到，第二颗也拿下。OK， 一下就拿到两个生物了，直接获得二攻。双修道院就是这么的快啊，这个僧侣真的是多啊。好，但对手三 TC 弄得很开心，黑拉这里补了一个 TC， 这里也补了一个。好，看到僧侣，法兰克第一时间还是拉了两只新骑兵过来，上前两刀一只，两刀一只，两刀一只，三只僧侣被两只新骑兵直接砍光光。好，这边直接进来，这是有洞。这边想围来不及，僧侣低调农田想要围，但也是被打爆。哇，这两只轻骑兵赚了400金，赚烂。所以上城堡时代啊，按轻骑兵现在是高端玩法啊。现在上城两边骑兵国很少人会有人去狂按骑士的，很容易被僧侣给压了下来啊。但在新手场来说，不太会有太多的僧侣，所以爆骑士的路线还是可以用的啊。好，三个圣物，第三个要搬回家了。哎，第四个早就搬回来了啊！好，刚刚这个放回来了。哇靠，立陶宛四圣物怎么输 ？OK， 那法兰克这里很尴尬，只是捡到了一颗圣物。好，想要去外面看一下，哎，结果圣物早就被捡光了，尴尬了。好， Hera 这边赶快招降。
先招轻骑兵吗？哎，死啊！这两只僧侣没了，这个也不用回头了，送他了吧。哇，600金，喷了，喷得一干二净啊！好，这里城镇中心补下，立陶宛城镇中心补在人家家里，这有点特别了。好，这里枪兵数量有点不太够哦，法兰克这边的枪兵反而更多一点。好，骑士赶快来抓村民，村民这边 TC 要盖好了，一只村民倒下，及时收村。好，赶快用 TC 去射这个长枪兵。好，法兰克人城堡很便宜，有这个折扣在，马上盖在这个位置。后面有在挖石头吗？看一下法兰克的经济配置。喂，这根城堡是用买的吗？哦，没有，在这里啊，用挖的出来的。好，那就还行。好，法兰克人停下了手推车。Era 这边在思考，哎，那到底该怎么打？还是先挖一个城堡出来，点一下三城堡如何？那三城堡是可以增加城镇中心的射程的。那看起来 Hera 的想法是想用城镇中心去压制敌人，我觉得挺微妙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开搞型的打法，开大招，稳定性哦并不是那么好啊。以实战上来说，遇到高手很容易被反制回去了啊，因为你插一个 TC， 人家插一个城堡就可以打回去了，甚至用城镇中心，用这个投石车打也 OK 的。好，而且法兰克这边还有城堡截面，而且经济超好，赶快升到帝王时代了。三城堡战略似乎要中断了，要不要赶快回农，然后打猎提示啊？这里有四圣物哎，其实不必要那么的拼命哎，这么拼命不太好哎。好，这边补下了一根城堡。好，现在有四圣物的关系，骑士攻击是10+5啊，哇，还点一攻而已啊。再点二攻的话就10+6 16点的骑士伤害。现在 Hera 稳中之稳，打大后期应该也不太会输，村民数现在也没非常落后。好，然后鬼转骑兵流。好，法兰克点下来一级挖金工挖石前程帝王时代。 Hera 这边点下了骑兵铠甲还有品种和耕种，哎呦，点下了三城堡，最后还是要打三城堡战术吗？但这个三城堡没有增加城镇中心的伤害啊，这个一级射也没有点啊。好，但法兰克人直接选择避战，毕竟我升帝王时代，没有想要跟你交流。黑乱应该打到这里也是意识到了对方的骑兵数量或是步兵单位都很少，没什么兵力在打啊。好，后面有少量的骚扰，骑士直接射倒。好，点下了一级射，二级射也要赶快补。好，直接收村。好，但是这个城镇中线很尴尬，提升了箭矢伤害，也没有办法射到这颗金矿。好，那现在对手看到，哎，你怎么又盖了一个城镇中心？那我就补一个城堡，看是我城堡厉害，还是你的三城堡厉害？这个是间谍城堡科技啊，三城堡。哎呀，这三只僧侣应该逃不掉了。好，僧侣全部砍光，枪兵要赶快退咯。哇，这个枪兵 Hera 怎么有点送兵啊，所有的骑士直接送在那里。哎呀，好，这里收村，用城镇中心去射对方的长枪兵还有村民。好，补了一个弹道学。好，这里可能要撤咯。三城堡看到对方升帝王时代，现在法兰克人先升了骑兵的升级，先把骑兵升级到最强状态，攻防赶快升一下。这边的城镇中心被射掉了，这里补下了军营，左边这里再稍微维持，直接盖了一个大城墙。好，上方的枪兵往前走，那现在到处都是城堡， Hera 这边三城堡策略并不是很有效果，而且这些村民哦，大概快有15村左右，一直都没有在工作，所以现在经济来说，立陶宛是非常劣势的。虽然现在看起来立陶宛的经济上是赢对手的21村，但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法兰克应该是更好，
对，法兰克现在是赢了大概2500左右的资源，啊，快要两个帝王时代的价格。好，那这边是法兰克人，继续出枪兵。好，这边枪兵戳死了一只骑士，现在黑瓦三只骑士也还在控。好，点下了二级射，下方少量枪兵直接上去戳掉了僧侣，这里有四些巨型投石机，要小心对方的骑士。好，法兰克点下了二攻，好，回转火枪。当立陶宛出枪兵的话就没有太大优势，甚至对方立陶宛到底出猎蹄师或游侠，火枪也是有一定的输出的。好，后面直接补下了大片农田， OK， 这样撒农田很快啊，虽然看起来丑，但是是最有效率的撒法。好， ERA 这边点下帝王时代，两分半左右就搞定。法兰克人点下来二攻，三攻要马上补吗？个人认为这边三攻会大于二级步兵铠甲啊，三级的升级总是比较厉害的，直接给双倍效果。好，这边枪兵上去先戳一些伤害，但僧侣还是倒掉了。这个骑士扛火枪好痛啊！好，这边反而是先补了一个工兵铠甲。这个火枪兵太脆了，好，这边用僧侣去招降一下火枪兵。好，火枪两只被招降掉，直接被火枪给围住。ERA 帝王时代还有一分钟，但是对方的巨型投石机数量来到第四台，只要有问题，三巨头就能搞定。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哇，一直补。所有的黄金投资在了火枪跟巨型投石机身上，但这里没有转火炮啊。好，这里五台巨头下起来。好，黑瓦这边帝王时代还有15秒，但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已经有点打不太赢了，就算待会要转火枪去射这些骑兵哦，立陶宛人暂时也没有办法解，因为化学还是要等它研发好，那个时间很长啊。现在最好的解法就是自己也出枪兵哦，但是他自己的枪兵有个问题，没有三级的步兵铠甲，而且很害怕火枪兵，不然就是要转战矛兵了去反击哦。好，上方的一些骑士往后冲，直接撞上了大量枪兵，枪兵直接把所有骑士给刷掉了。好，右边补了更多的城镇中心，想用城镇中心当做消波块吗？当做小型城堡，硬生生的把立陶宛人当成保加利亚人在玩，是不是？还蛮像的。好，那法兰克人这边点下了三攻。金冠技术点下，骑士精神，回转骑兵。那这边应该是要按肉嘛？啊，这边骑兵想按有点困难了。好，这边继续投石机还在开拆。好，生物被打喷出来，是生物赶快往后搬。巨型投石机射程内还有很多建筑可以拆。在黑拉这边三级射点下 ，TC 射程还是一样的哦，还是把战矛兵赶快转出来呢。现在只有战矛兵才可以解救这个搭配了，火枪配枪兵，
战矛兵应该是首选。好，骑士后面一个绕干抓到了很多火枪兵。好，骑士赶快回头打一下，拆掉一台巨型投石机。第二台发呆没动，完蛋。ERA 这边骑兵不会自动打架。好，战矛兵补下，快补，快补。火枪还需要一段时间。好，左边有个新的城堡。好，这里射箭场数量来到了五个。这时候192游侠已经升级好了，法兰克192游侠，但是 Hera 这边转出来的东西是骑士配上战矛还有僧侣，这个搭配打法打192游侠其实是很吃力的。好，右边法兰克人游侠继续乱窜。好，点下了忠诚信仰，还可以抗招响。这个法兰克人的抗招响的对策也是做得很好，但是立陶宛的生物一直被打出来，这就很尴尬了。虽然我有这么多生物，但是生物不在修道院里面，骑士伤害就不会上升。而且现在立陶宛人按骑士也很极限，现在到处都有游侠在乱砍。ERA 的村民数只要94村，战矛兵遇到游侠完全挡不住。僧侣这边一直招降，但是还是有点吃力。左边还是一直有游侠在乱砍，法兰克人这边的游侠直接冲烂了 Hera 的所有的城镇中心，到处都有游侠，看起来是没救。好，法兰克这时候才补下马凯科技啊。好，这里游侠再次过来。好，Hera 直接鬼转所有的僧侣科技，宗教狂热神权政治，但是招降来说还是有点吃力，毕竟法兰克这里是有忠诚信仰的。哎呀，看起来是微凉啊。好，城镇中心收村伤害其实给的蛮够的，因为没有三级马卡还是能射穿伤害的。好，但村民数只剩下68村137村打69，ERA 村民数已经成型不了，所有资源全部见底，没有一个是三位数的，都只剩下十位数的资源。ERA 经济直接爆开，应该是两个，没想到 ERA 四胜五还能输。坦克这一波打得有点突然，突如其来的爆兵。OK， 坦克直接冲过来，碾了过去。ERA 这里应该是要打 GG 了。好，那我们恭喜坦克。Fox 战队的 SEB 拿下比赛胜利。好，来看一下经济，经济的部分是由法兰克人拿到了11000啊，哇，经济赢了非常多。那军事方面来到了 1.65。 那这把是 Hera 想要在城堡时代用城镇中心三城堡特性去压制敌人的资源点，但这个打法似乎失败了。然后这个开搞式的打法，这个只要一失败啊，就很容易让对手滚起雪球，然后就没有办法反推回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开搞战术很不稳定的一点，遇到高手来说的话，开搞战术真的是胜率偏低啊。当然拿来打新手的话还是挺有用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